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0月20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乳癌实际操作。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乳癌患者进来，我们应该怎么来帮助他？那第一个就是用原始点的诊疗方法，不是来就急着要做，第一个先问清楚。所以我第一个会观察他进来，然后他的整个形体，大概他们还没有介绍他的胸部怎么样的变化，我已经可以确诊。确诊就是观察患者的种种动作，你就应该先判定什么，他是属轻症或重症，这个是最为主要。那你们看他是属轻症还是重症？重症。这个毫无疑问，因为第一个从形体上他已经瘦了，体力可能也没有了、哦、这个重症应该怎么处理？热源为主，按推为辅，所以不是重在按推哦。按推我今天是教你们没有错，但是像这样的患者，我常常会提醒大家操作绝对不超过30分钟，我怕他太累。那像这样这么瘦的时候，你们昨天在涂背部的姜粉，你也要小心哦，是不是能够这样？不能哦，就要小心。所以我才说遇到患者那就实战，理论归理论，教学归教学，但遇到的 case 不一样，你的想法就要随着事情怎么样，有原则，但在原则上做一些调整，包括力道怎么按推，那个都要很小心。也就是到这里的时候，第一个我会判断他重症，如果有分三层次，一般的重症，然后一般重症就是容易疲劳啦，怎么样、哦、那个体力比较差一点，但到已经瘦下去了，感觉没什么体力了，这个情况下已经到险象，到命危了。 也就是这个都跟生命有关系的，已经到这种很决定胜负了。所以成败那就是患者他本身要配合几种，就是充分休息，还有观念要正确，良好心态，还要怎么样，有时间还要配合运动，然后当然内热源饮食种种他一定要也要知道。所以像重症患者来，我们志工一定会告诉他怎么来做，来都要摆明你能不能配合我们才做、哦、这些先沟通，要不然你怎么做都没办法。那如果这样他也愿意配合了，大家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哦、那就是我们下一步怎么来处理。第一个热源为主，那热源呢可以涂姜粉泥，连背部他如果不能趴，比如说你看到他的这个形体不能趴，那你可以怎么样，像我们昨天这样、哦、坐着然后涂姜粉泥，在涂推拿这个局部的时候，时间不宜过长，因为按推会消耗热能，所以到越后面你越怎么样，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为什么，以热源为主，来喝个姜粉泥，内热源补充，然后再来温敷，就是涂一下背部大概几次，那个力量不宜过大啊，这样让它热源渗透进去。那再看它的情形，如果再虚，连这个腹部都可以涂，让它热源怎么样快速吸收进去，要不然它如果怕冷啊种种啊这些，你吃有时候吸收它又不好的话，那你还是要借助外热炎。所以外热炎变成在生死决定的时候变得很重要。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然后发现就是乳房的那个上方有硬块，然后那个时候也没太注意，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就好像它就延伸下去一点，就在乳头的上面一点点这样子，就大概有个2厘米左右这样子。然后到2023年的8月份的时候，然后它就从侧面就开始长硬块，
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也不算太大。那当时是我老公在很多年前接触过原始点，然后我们就一直没去洗衣。然后2023年8月份的时候就发现，那一小段时间它长得有点快。然后我就说还是去检查一下。那2023年8月1号，然后我们去检查的时候，然后就确诊了，是侵锐性的二期，导管，这一块的。那后来，2023年8月1号到2024年4月份，然后我们就是陆陆续续的，我们就用原始点，那个时候没有老师指导。然后的话就是通过我老公看视频呀、学习呀，就通过原始点用姜粉泥按摩。然后那时候每天的这个姜粉泥一天就是可能量不够，从10克开始，10克、20克这样子的。那后来到4月份的时候，他就开始爆了一点点。然后等到4月底的时候，我们才联系了台湾的黄老师。2024年4月份到5月份这个月，他就爆得比较快，然后就不断的出血。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害怕，然后问黄老师，黄老师就说出血没事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出血，我们就那纱布把它堵着，是这样，因为不知道嘛，就堵着。然后到5月份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在结痂，有组织液流出来以后，我们不知道清洗，然后就结了这么大的一个痂，很长时间才掉。这个痂掉完以后，它就从中间爆开了，就像一朵花一样爆得更大。但是都要每天用吹风机吹干，然后每天用那个美容灯烤灯一直在烤，就是每天让组织液不断的流出来。对，7月2号来了，才知道清洗。然后清洗完以后，那个这边的沙发现在这些全部脱掉了，而我们现在是24小时用这个你们原始点用的那个吹风机，除了运动以外，1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全部都是一直在吹，感觉效果还是很好。但是昨天晚上就比较不舒服，就感觉这个洞里面，就是爆开的这个洞里面有点痛刺疼，然后有时候又在痒。每天是大概2点到3点左右，背部涂姜粉泥，一次涂3遍，然后的话有时候腹部也涂，就哪里感觉热能不够，我们就涂哪里。是这样子的。而现在每天的姜粉泥的话是早中晚每次10克，30克。大家听完第一个我一再讲，乳癌刚开始有时候都是一粒一小粒，然后再慢慢因为拖延，然后这些硬结肿块会慢慢越来越坚硬，越来越深层，然后越来越扩大，那扩大之后慢慢甚至到最后颜色都会变，这个是正常的颜色，有没有？这里颜色就变了，这里都是可能是硬结肿块的地方，那硬结肿块的地方颜色已经变，你们就要小心了，里面已经压力很大了，就准备它会爆，这个已经又更进一步恶化了。好，那处理上不能看它哪里硬就按哪里，而是在这周围找痛点，从一开始其实它有小小力，就应该在周围找痛点了，然后把压痛点找出来，然后利用我们的工具手法。所以一开始他体力都很好，绝对没有问题，以我看过那么多乳癌患者，所以一开始有硬结肿块，即便西医说是肿瘤，那个在我判断都属轻症，轻症首重手法，其次才是热源，对吧？对。
那所以这时候决胜负是在怎么样？手法。而你错过了手法，慢慢让它越来越坚硬，慢慢越来越难处理，等到它爆掉，你就进入到重症。重症就是我说的，可能要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本来按推就可以解决了，你就要多了好几层考虑了。因为怎么样，到了爆掉会死人的，死人的不是死在它爆掉，而是死在它体力。这时候患者能不能活起来，能不能好，就看他的体力。所谓的补充热源吹啦，喝姜粉泥啦，适当运动啦，运动无非就是锻炼他体力啦。简单一句话，总归就是因为他只要有体力，底子够，这一关即便爆再大都可以活。乳癌决胜负是在怎么样，当患者有一点硬结肿块的时候，这是最好处理的。几乎你可以用原始点，就在很短时间，也许一个月内，也许两个月，也许三四个月，也都可以让这个硬结肿块消掉。乳癌大部分大的爆掉都是属重症，因为它会影响到体力，因为它流血液。其实流血液也不用担心，但怕的是什么？流多了，它体力越来越差。所以为什么要补充热源？好，那我们遇到轻症乳癌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比如他跟你讲，我右边有，你在这周围你要找出硬结肿块，那找出来之后，那你就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还要进一步再检查，这样还不够，在腋下这里找有没有痛点。你别以为你在这里附近找就够，有些人已经跑到这里来，那把所有的痛点都解决，是针对他的乳癌部分。但我跟各位讲说，因为他小嘛，很容易找，也很容易处理，再把对面还有这里再找一次。我们发现很多乳癌患者，哎，连对面都有。那如果连对面都有，你稍微按就有痛点的话，原始点不是看他有没有硬结肿块，原始点是看他有没有体相，因为有了因，它以后才会长成果嘛。所以治胃病就是你先把因解决了，它就不会长，所以再从侧面再找出痛点来，然后立刻解决，然后把这些未来的病也杜绝了，以病怎么样，以病解决，这才能真正彻底做到解决乳癌的问题。这样了解了吧？所以不要来了啊，那就轻啊，这里软了，好好没事了，等一段时间又来哦，我这里或我另外一边好像又长一粒，那你永远在追。一次来的时候最好能够像我刚刚讲，彻底一次解决，那这时候是最佳时机。为什么？轻症不会死人啊，那时候你要怎么按，按一个小时也不会出事，也不必要涂姜粉泥，所以那时候是很轻松的，手法为主，热源为辅，那时候是最佳时机。等于来一个就可以救一个，而且确实一段时间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所以乳癌我认为在解决，尤其初期的话，重在手法，手法你不到位，他刚刚在讲述他的故事，像我听了就会很难过，他本来这个很简单的，现在搞大了，搞大了爆掉了。好，面对他有几个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以热源为主嘛，然后看他的整个变化，然后他在爆作过程中如何让他恢复信心。第一个，他本身也要有这种很强的意志，然后他愿意配合。好，那种种因缘具足了，再来有几点要注意的，伤口内不能清洗，因为你越清洗会让他的修复拉长，不易修复，等于他本来在修复了，你看他脏的你就把它清清一清又伤害一次，不断的伤害它很难修复。所以我不赞同西医的清创，清创是一个错误的，了解吧？然后第二个，不能止血，如果血流出来你硬要把它止的话，那它会积在里面，肿瘤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快速成长。这样的案例我在很多案例都见过了，原始点因为一路做出来之后，
我就不断在观察这些的变化，然后最后做出答案，就是我们也有肿瘤患者，他已经失血过多，非得去西医那里不可以，因为你那时候补充热源已经没办法，有时候会走到这一步。那如果这样去西医，他们看你流血的话，第一个他会清创，第二个会立刻止血，要不然他们说很危险。那止血的结果会怎么样？肿瘤一下子爆得很大。我们就有一个患者，就是经过这样，本来他的肿瘤已经够大，像小玉大，就进去西医清创止血之后变得西瓜大，那就很明显嘛，这个是一个错误嘛。所以我们原始点因为观察出来这一切医学是有问题的，所以原始点我的书本上就是写了几个很重要的提示，不能清创，就是不要一直不断去清洗，那是没有用，有臭味你就用电热吹风机吹干，而且伤口很深的话，唯一一个外热炎就是电热吹风机，没有其他，你照也照不大进去，那你红豆袋怎么温敷，软贴怎么用都没有用，这时候唯一一点就是电热吹风机，唯一答案就是原始点一直在试各种方法，最后也是患者不断他们在尝试，哎，告诉我，我就做最后的归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答案，电热吹风机。那流出来的组织液一定要清洗干净，如果没有用温姜汤，那就用清水也没关系，反正就是不要让组织液流到周围，然后跟皮肤结合，它会产生痒，甚至起疹子，对患者又是一项怎么样伤害，因为他痒有时候会睡不着啊，热能已经不足，又有这些就是其他症状来干扰他，更产生不利，也就是这时候应该要帮他解除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所以这些都要。然后再来还有一项，不能用纱布把它包扎，因为包扎它会烂在里面，所以一定要保持干爽透气，干爽就是电热吹风机吹干。既然我们也观察出流血你止血会产生这么大的弊病，因为你看肿瘤像我自己啊，按的都会流血液啊，整个卫生纸都是血啊，甚至组织液啊，那你如果不搭让它流，它就一直在里面怎么样越来越大，所以肿瘤常常是血跟组织液慢慢凝结，因为积久了就像臭水沟它不流通了，然后越来越积越严重，慢慢在扩大，然后再爆掉就会流出很多血液来，脏东西来。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有一个正确观念，就是它会流，但是问题流了那么多，所以我说这个就是麻烦在这里，我们如何赶快快速补充，所以这个就是面临到怎么来补充，但也有可能补充不及的，我就是说如果体力太虚，遇到这种患者就是他已经补充不及，比如说你用热源按推碳块又胸闷呼吸困难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时候他可能是缺血，如果缺血严重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哎，很快又奔回来，那你的手法又没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认为可能要借助西医输血重活解症，没有办法，因为你补充热源再怎么补充速度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它才会补回来，了解吗？所以原始点在这时候就会有极限，所以不要搞到最后要输血这一块，但是当你面临到你尽量做，就是为什么要告诉患者要配合，他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会这样，就是可能将来会走到这一步，但我们因为他会走到哪一步，其实因为看多了乳癌来，大概我已经他走到哪个阶段，你心里是清清楚楚，也可以预测到下一步会怎么样。所以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要尽力鼓励他温敷，就是吹电热。然后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症状，他说里面很痒，还有想抓，甚至有一点痛。那你们怎么处理这患处呢？先找大开关，先找大开关。再找小开关，对不对？不管是裂开或是里面都一样，反正遇到
疼痛、酸麻、痒胀、闷、刺、肿，这些不适感，多属他触体伤。所以这个很明显嘛，先从他触开关、大开关下手，按一按，有时候就没有了。如果真的没有，你再从患处，啊，患处就是在周围这些痒的地方周围再找痛点，然后有痛点再把它按一按，我相信能够立刻止痒止痛。撞的组织受损，因为破裂必属患处体伤，它撞是属患处体伤没有错，但是它的痛跟痒那个是症，你同一个地方有症又有撞，对不对？那它现在不舒服的是症，那症多属他处体伤，你就应该要从他处下手了。你在听他的叙述，其实他刚开始一小粒，然后经过一年、两年，还是一小粒，但到最后好像慢慢怎么样？尤其今年加速，然后他扩散也在加速。是的。所以为什么这些肿瘤，你一定要怎么样？有问题，立刻解决，不要拖。但是问题立刻解决，你们如果说话不到位，也解决不了。还有就是他的手，整个手臂都肿的，他很厉害。手臂如果肿，必属怎么样？热能不足。然后这个是患处体伤，就不用想了，因为肿，我说过那个形体的变化、壮，还有异常形态，这些都是属患处体伤。那患处体伤的涂法就是他整只手，都要涂姜粉。那涂的方法就是由浅入深，用这个慢慢揉进去，那这个花一点时间，好。但处理胸部，我说尽量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一定要严格限制。为什么？怕他受不了，不是越按越久，他越好。哦，体力的话，就是以前我一直都是这么瘦，就正常减了2公斤。你以前是这么瘦，但是以我第一个见面，我不会说他以前瘦就没有毛病，以前可能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是。然后再来，他我再跟他的对话，你们也都听到，他中气足嘛，不足，他有一点快喘，所以我光这些对话中，我已经把他，我说如果以我直觉的判断，原始点他是诊断治疗都结合，你从观察，那怎么治疗？你内心中其实已经都有了，他诊断跟治疗已经都有，然后他已经走到哪个阶段，其实都已经清楚了。所以我的判断，他已经到形象到命尾了，没有什么好说的。那这一场是苦战，已经就是面临到啊，如果他愿意用原始点，我们要全力以赴，那就是我们心彼此的心态都要有。那如果我对于不了解原始点，因为他先生了解，所以我们就实话实说，我书本上就是这样写，所以我也这样讲。但如果对不了解的，你跟他这样讲，他会吓死，所以有时候讲与不讲很难。但是如果懂原始点，你就跟他坦白，原始点就是这样，他有他的方法，但也有可能到最后的极限，大家都讲清楚。所以到了显象到命尾，我一般会跟患者实际讲有没有办法生，有机会，绝对有。但有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救活？没有办法。所以只能说两方面都。那这样的患者心态，我就都大部分会建议，就是怎么样，一定要做最坏打算，万一救不活了，对不对？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要交代。讲白的就是这样。啊，但是这样的交代不是我们要放弃，反而是怎么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唯有这样毫无顾忌的，大家都已经抛开了，反正就是一拼，而我们的心态也是准备怎么样？全力以赴了。然后他什么都放下，也准备全力以赴了。哎，面对这样已经退无可退的路，哎，说不定还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如果了解了，我就会这样直言。啊，如果不懂的人，我就会含蓄。好吧，我们尽人事，好，那其他听天命，大概讲几套客套话。啊，你了解也好，因为你不了解，我跟你讲那么多也没有用。那他们今天来是已经在清楚的情况，对吧？对的，对的。所以你们面对患者，这个
你们自己看当下应该怎么讲，这样你接不接受？他要愿意留，我就接。你就愿意拼是吗？对，只要他说拼，我就帮。好，季春兰这一个心态，我非常赞叹。你跟我观念不合，我不接，我不用拼，我拼死拼活，你根本就不听我的，我干嘛拼？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义务。但人家是完全相信来的时候，你看他愿意收我，这种情况你也知道，是生是活谁也不知道。是的。哦，那这种情况愿意接受，这就是一个承担了，就是你的发心多大，你愿不愿意替众生来背这个苦，你愿不愿意全力以赴来一拼？那不管是生是死，我们都尽力了，这一生就了无遗憾。他也没有遗憾，他也拼了嘛，他也没有遗憾。人间就是有太多的不圆满，那人活得的价值就在这里，在不圆满中，我们尽量来让事情怎么样圆满。那当我们全力以赴，患者也愿意全力以赴，那我们这样来做的时候，如果做不出来，那就是在我看法没有遗憾。在这不圆满的世间，我们已经都尽到我们应该尽的，所以我说这个是残缺的完美。原始点它的价值也是体现在这里。那如果好，那就是更好，因为它本来是死是生不知道，但是因为这样大家的帮忙，它活起来。老实讲，你们又看到一个生命的重生，那种喜悦不是金钱能换回来。所以我认为这种报酬是无价的，因为我个人也面对的很多生死，我太太那个死掉的第一任就是乳癌，所以我对乳癌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自己经历过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坦然，然后把它讲清楚啊，然后大家拼，没有什么退路。好，这一段大概就是对所有的乳癌重症的一个大概我的心态怎么来面对啊。如果有经验的志工就知道要变，这个可能等一下在按的过程中或许会流出一些组织或血液啊，这是我处理很多我也清楚。你养直接对那个养的，因为它既然不是他处，那如果他出案了没有效，他就直接可以怎么样？电热吹风机吹他痒的地方，啊，那这样吹一吹，哎，他那个痒就不知不觉的消失了，这样也很快。不要清洗，还是一句话，这里你看白白的，你们也很想清洗的，对不对？对，也不行，洗这个地方都不行，伤口内通通不要清洗。它这些都在修复，你不要看白白的，它在清洗，一直不断破坏，它很难。原始点现在敢这样笃定跟你们讲，我们已经在这一条路摸索很久，无数的生命这样不断的归类，痛苦的经验不断的去沉淀，最后的结论就是不能清洗。所谓的清洗是因为组织液浆汤不行，都不行。浓姜汤就是清洗外面流出来的组织液跟血液。掉到外面下去。啊，对对对对对，不是在它里面，因为它本身流的，你就不要管了。它是本身让本身去处理，然后我们唯一能帮助它的就是用电热吹风机帮它吹干，这样就够了。然后你要相信你自己身体，它自己本身就有修复机能。而不要你外来的外力去帮他处理这些，你处理了他就是一个伤害，他在修复的过程，所以你们是不断在伤害。你看到了这个阶段，你们还是有很多步骤做到不到位，所以等于从你们开始就是很简单的，但是因为不懂就慢慢变这样。到了这个时刻你们还是不是很清楚，这里能不能清醒？不能，除非有一种情况，他刚来的时候，很多组织已经干掉，粘在表皮啊，哦，然后很脏，好像不大通透的时候，你第一次可以清洗一下，第二次就不要，
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在看起来很脏，好像很污垢这样，整个卡住的时候，这时候第一次可以。我顶多就是这一次来啊，帮你清理，然后我会提醒，下一次都不要。所以这个台北都知道，台北已经都有一套处理方法，而且台北的乳癌患者特别多。然后来的还好，都是刚开始有硬结肿块，那一般适当处理，大部分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才说，乳癌现在对原始点，照理是应该是一个很容易解决，但是到了这里我就不敢讲，我说已经到重症，那要顾虑的就很多，是这样。那这个一定要注意，像你看这里汤汤水水，你看流出来就是组织液，这个就让它流。然后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电热吹风机怎样吹干，没有其他了。我刚刚已经讲唯一答案，你们也不要再去想其他的，什么灯罩那些我们都试过了，没有这个有效。老师，就是像这些地方以内都不能洗，只能洗洗这些地方，这里洞里面都不能清洗，还有伤口这些都不要清洗，这些白白的都不要清洗。但流出来流到正常皮肤，因为它粘在正常皮肤，它会痒。你不清洗以后问题很多啊。这个都要清洗干净。这里你看，这些都要保持干净。好的。反而这里才要清洗。好的。然后这些都不用。这里都不能清洗，包括这一圈黑黑的，这里都是属伤口。伤口不能清洗。所以伤口的范围不是指中间这里。包括外围这里黑黑的白白的这些破掉的，都是属伤口，都不能清洗。那老师，这个像这些结痂这些，结痂不管它，不管它结痂到什么情况下才要处理呢？结痂到它最后连里面你明明知道有组织液流不出来，因为被结痂所覆盖，这时候怎么样？把结痂稍微剪一下。我还有剪过啊。你们看我有一个影片有没有？乳癌患者他整个爆掉了有没有？然后哇，整个垂下来，他用电热吹风机把它吹干，吹干到好像那个黑黑的有没有？一坨，就用剪刀把它剪掉了。然后他剪掉他很轻松，哇，他说要不然那一坨还一直重重。然后我们张本林拿过来，我们开始本来诊断如果小要抓了。这个不用抓，眼睛一看就知道。那现在怎么来处理？你们一定会问我要不要戴手套，手套好像很干净，对不对？我去看吧，不要了，你用触感，但是问题你们不敢，你们敢不敢？敢。敢的举手，我看一下。这个很好，因为有些人看到这样，然后就有些人会怕哦。如果最好在我看法都不要戴手套，然后直接接触，你会进步也会比较快，因为你容易找出痛点。然后最后就是怎么样，清洗干净就好，没有事的。好，那我们就开始来找找。我先跟各位讲他应该要找这周围的，先找周围，而不是找这里，这里患处通通不找，先触摸。你要用姜粉泥一边涂一边按也可以，因为它已经是重病了，所以我的建议，这里的找法直接用姜粉泥直接涂，对，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接受哈，这样的热度，可以，这一手把它固定，有没有？好，那这样，这里痛不痛？不痛。这里不痛，不痛，好。这里痛不痛？这里靠这边有一点点哇，重死。这里有一点痛了，对不对？这里有痛。我的力量很轻的，因为这种不能太大力。这里痛不痛？痛不痛？这一点比较痛，对不对？这记得它这么痛，你的手就要怎么样？收回来，就是这样。一进一出间，不能让它一直痛。这里很痛，对不对？我现在这样力，这里是刺痛，也刺痛啊！这样的力量你能接受吗？能接受。能接受，对不对？好，这样就没有问题。所以操作就是。这里就是有感觉。这里呢？这里不痛。不痛。
那这样能接受吗？哎呦，中了。好，好，这样呢？啊，还在有点痛。我告诉你，我按到这里是最痛的，而且我很轻，根本是只是接触而已。那以他的体力那么弱，遇到他在叫的时候，立刻收走，就是用到最轻的，好像在只有按摩那种感觉。这样你能接受了，对不对？嗯，可以。体伤在哪里？你们知道了吧？下面，下面最严重。对。你看这样，就像她老公讲的。对。难怪她不敢按。对。因为血液也流出来。对，血液流出来。组织也，然后这里也，但是要按，力量很轻，然后以他能接受，这样一手固定，一手。这样慢慢进去，我顶在这个患处的这个根根。啊，根，我顶在这里，这个。啊，那个太远了。哦。你看这这里就。患处的根根。啊，不是五根。不是、啊，你看哦，你的理解。对。跟实际又。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它只是肿起来的时候，我们搓姜泥只是这样搓。所以就没有效。哎，我慢慢由浅入深了，一天不要按很久，好，30分钟就够。嗯。三十分钟内结束，对，然后他流出血液组织液就好了，哦，他也不要流太多，哦，刚好让他慢慢适应，他一天可以两次，然后就有电热吹风机吹开，哦，然后他就不会积在里面，然后他就不会快速扩大，哦，但是张医师按的这个血出血还没有老公按的多，不要那么开始那么猛，就是找到痛点，然后。就在痛点上慢慢进去了，我是用掌根慢慢顶，有感受稍微痛痛的，对不对？啊，妹，你按重的时候，就是刚才找痛点的时候痛，但是这种按着就很舒服啊。是哈，我都是尽量让你们舒无中，然后把痛点解开。对，按你如果太出力，他以后会怕你的手法。这里是他真正的痛点，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对，我其他的我就不按了，因为他先生都按了，我干嘛还要花体力？但他没有，不用。为什么我不再用？因为整个手都湿的，姜粉你也粘不住了。这时候看情形了，不要执着了。然后回去就叫他电热吹风机吹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按？因为我不刺激他，然后让他最舒服的情况下来解症，这样不会消耗热的。哦，痛啦！哎呀，真是要啦！你别以为我都轻柔的啦！哎呦，好，那这样两三下了，我开始休息。真的哈，哦，我也不能只有在表层，了解吧？对，你在表层那个体伤还是停留在表层。你，我手下留情，啊，是吧？还是饶着我一点。哦，当然饶了啊！我会看你啊，我是以你为师呢，你是我老师，啊，所以我不会这样在你的极限下我又加力，不会的。啊，没就恢复。我会。你了解吧？了解。那他痛的时候，时间不宜过长，马上收手，然后这样刚刚那几下就有够了。哦。就有解除体伤。好的。你看哦，你们说要涂姜粉泥，我这里根本很滑，根本就不需要有姜粉泥。那这样一直在搓，其实也有热。嗯。然后等一下再用热盐直接进去。确实是有点热了。对，你看它有热，我手心也开始热。嗯。所以一定要以实际，嗯，去感受。好，好，这样应该差不多了，时间我认为也够，因为它叫那几声其实都有刺激到了。那这样就帮他清洗，开始用怎么样？电热吹风机。我说不要超过30分钟，不是每一次都要到30分钟。嗯。他有刺激了，体香也有按摩过了，那你感觉他组织也流出来，这样就够了，不是一次要把它做到顶，那个是没有办法的，而且你做到顶还有冒风险，他流的太多，体力消耗更多。他问题还更多，好，所以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好，记得啊，按完这个善后热源，再来立刻喝姜粉或生汤、姜汤，立刻补充热源。尤其重症，一定这些动作不得少。一般哦，像他这么瘦，不是因为他抱的越大就喝的越多，还要考虑他吸收。
一般还是以我的30克一天，啊分3次，啊每一次10克，就是姜粉泥。我现在比较不主张用姜汤，因为要熬2-3个小时，患者很累了。你就是用有机姜粉，然后微波加水微波，一般是3到5分钟就出来了。然后他立刻可以喝，马上做完马上喝，这样才能够及时。好，我们今天乳癌实际操作就播放到这里，谢谢老师详细的解说。那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是2024的最新版本，老师开始讲解癌肿瘤。